报告大会，出席委员113人，已足法定人数。依据《立法委员互选院长、副院长办法》第三条之一规定，院长、副院长推选会议由委员互推一人担任会议主席，其推选主席会议由资深者主持，资同者以年长者任之。现在请王委员金平主持。王委员谦让。现在请柯委员建明主持。首先，恭喜各位委员同仁高票当选。第九届立法院在今天组成，哈，我们将代表台湾人民行使宪法所赋予的立法委员各项职权。相信各位委员经过激烈的选战的洗礼，经过4年，一定不会辜负选民的托付。现在我们要进行的是院长、副院长。选举的会议主席 的推选，我们等一下，这是临时主席，那等一下是正式选举开始，哦，我们要先推举会议主席，等一下会议主席的推选，哦，请各位委员，是不是请各位委员推选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没有意见，好。你是什么？你跟看嘛？他那个提议要说记名。现在有时代力量徐永明哈，哦，提出来，这个选举要记名，记名啊，哦，记名选举哈，哦，我们请议事处说明一下，好不好？报告各位委员，有关时代力量党团提议记名投票的问题。依据立法委员互选院长、副院长办法第五条的规定，院长及副院长选举票是由立法委员各圈选一人，而投票及开票办法第13条规定，记入其他文字及符号者为无效票，因此本次的选举必须依照这个规定来进行。是不是这样？好，这个只要记名会变成无效票，以现在规定哈，那我们来修法，以后改为记名投票，是不是这样？好不好？好，好，那这样好吧？好，那谢谢各位委员推举本人担任院长、副院长选举的主席哈。我现在先说明一下哈，现在我们现在先确定哦，由副秘书长哦所拟定的会议的时程哦，上午10点半到12点哈是投院长。好，那12点到12点半是开票，那下午是2点半开始到4点为投票时间，选副院长。那4点以后到4点半是开票，开票以后有，好，哦，然后先问各位对这样的时程有没有异议？没有异议哈，哦，没有异议，然后我们就这样确定哦。那就照副秘书长所提的会议的这个时程来进行哈。那我们现在开始进行院长选举的选举哈。但是依据立法委员互选院长、副院长投票及开票办法，好，第二条规定，由出席委员要互推4人担任监票员，担任监票员哈。现在由民进党党团、国民党党团、时代力量以及亲民党党团哈。上午是因为监票员有4位，上午是由民进党党团蔡益仪委员以及林进宪委员哈，哦，担任监票员。那国民党党团推举许淑华委员，哈，哦，那上午的院长投票，时代力量推举林长佐委员，他们4人担任今天上午的监票员，好不好？好。好好，那请问各位委员，假如这个没有异议的时候，哈，我们现在处理
投票截止时间刚才有谈到到十二点啊、哦，但是呢，假如所有人已经提早全部投完票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提前开票，好不好？好好。那现在请工作人员布置会场，好、哦，布置投票所，好、哦。那请四位监票员就位，好不好？我马上要进行，请各位稍待一下，马上要进行，好吧？要先点票啊！好，你看，这样播。
报告各位委员。办法第八条规定，投票截止时间由选举会议主席宣布并按铃为号。现在请按铃。我们现在报告院长选举发票的报告书，立法院院长选举发票报告书，发票数113票，剩余票数0票，合计113票，监票员都已经签署完毕，有四位监票员签署完毕，是请好，这选举进行开票唱票，我现在请工作人员开始进行布置会场，开始进行开票，请监票员就位置，好不好？